猪肉排。阿基师，我们做五星级的示范，请。哦，枸杞要先泡，先把枸杞泡软了。对对。嚯，那我让枸杞先加热。那我让枸杞先加热不行吗？我怕你们煮不透，散散煮不透啊！你大多数拢给它弹落去，你啊来得行，会安尼轻轻啊。有在做菜，我觉得，哎呦，哎，这种不是说炸鸡腿，炸鸡哦，我已经动手啊，哇，有锅，哇，炸那么多，对呀，那我们加起你，怎么？你用炸的哦，跟各位一个经验分享。肉在生的条件之下，香味上起来的那个火候很慢。哦，你让它熟了预热以后，你炒两炒，香味就很足了啊。哦，哇，好快！蒜白的部分是甜的，圆的，纤维细腻。蒜尾巴的部分，它纤维比较粗，它耐炒。啊，所以呢，你可以把蒜苗呢跟肉一起结合去焖它。焖到汤汁整个收干，你再把蒜苗放进来，炒两炒就可以了。甜度也到位，姜类一定要逆纹切，啊，比心刚刚顺纹切的话，哈，等下你规片来跟它冻阿婆安尼啦。那你逆纹切的时候，每一片呢都很爽口。那我们的味道释放了一块，我们这样子才放了一块。对啊，对啊，超多。后来按这个肉呢，切现在才熟，因为有闻到一个很浓浓的那个。香味就出来，就可以捞了。那现在呢？我继续炸。第一次看呢，看下一招。对啊，又学一个。用炸的，整个你闻一下，炸了就已经很香了。你说我需要去煸它吗？不用，而且比较快。对啦，可以啦，炸熟了啊。金黄色。对啊。哦。哇。就炸，把它炸干。对。榨干，对，直接就榨干。阿基师今天真是完全新的，完全都跟以前做的不一样哎。因为显然主厨还准备再做后十年呢。啊？真的？真的？你还想做后十年？五十岁了。谁五十岁啊？你有那么老？有，快要半百了。四十二条都快四十了。哎呀，快知道哎。其实是要炸到它 QQ 的吗 ？QQ 的，对。那我现在呢，把面线下过去煮。哦。一定要滚水下啊，面线。一定要滚水下。面线煮个两三分钟没问题。差不多，我刚。不要不要，我们要维持它的 Q 度啊。我们还要，我们只煮一分钟。好，那现在面线好了以后，趁热的时候把黑麻油倒一点进来。哦。把酒倒一点进来，热胀冷缩。班长，班长，我们没有加酒哦。有。好，那现在呢？炸得很 Q， 对不对？有捞起来。哦。哇！变老江苏了。嗯。好。哪里人？老江苏人。好。那这个姜呢，炸酥了以后。现在温度很高，对不对啊？现在温度很高，来，啊，加这么多，对，很多要把它拌进来，黑麻油拌进来，不要再加热啊。加那个酱，那我下一点点的这个盐巴，今天做法是完全让它姜里面有味道啊。这个，那我现在接着呢。把这个倒进来，酒跟枸杞，哦，啊，酒跟枸杞，那我们现在就半酒半水了，对，避免等一下你们试吃完了以后回家不能够开车啊，哎，这个要，好，那先让它滚之下呢，我把这个炸好的鸡腿肉，现在你什么都不用理它，你就是等着我们煮鸡汤就对了，啊，等着煮鸡汤就对，那这个鸡肉呢，保证有香味的。啊，这个保证是有香味。那我现在稍微滚一下，熟了以后就可以起锅了。啊，你也不用担心说煮久了煮柴的肉变色了。啊，所以姜不用下去一起煨。我等一下就放上面点缀。直接放上面。对。不漏嘴。嗯。好。哇，真的耶！哇，我现在黑麻油整个都进来，来，麻油给你说。多香。谢谢。我觉得很特别。
下一点点的香油，这个跟麻油不一样啊。香油，然后把蒜苗进来，辣椒进来，蒜白留着放尾巴啊。那先把蒜苗炒香，我们最后才加入。那炸过的这个肉进来，好，那补一点点煮面线的汤，不要太多啊，稍微把炸过的肉香跟鲜呢跟蒜苗先结合一下，让这个肉呢吃起来会湿润一点。一点点的酱油，糖一点点，有滴，再加糖。那我们现在眼睛就盯着它，水分收干，它出油了，再利用这个油去炒这一个蒜白，拨两拨，杀青了以后起锅就好。也不会炒它了，杀青酒也不会炒它了。拍戏最喜欢听到的歌就是杀青了，真的。那你吃生蒜苗的时候太生，嘴巴呛；你稍微炒熟的时候，甜度就出来，很甜，很甜，而且回软，很香。好，起锅的时候呢，一点点的米酒出锅。蒜苗炒咸猪肉也完成了，完成。